外貌我真的蛮重视的。你说要身高，身高或脸很重要。然后才华，希望这个人是有自己的事业，自己的眼见。第三点是希望浪漫一点。对哦，你是一个喜欢惊喜的人吗？惊喜不一定，但是浪漫就是生活上的小小浪漫。你说可能忽然撩你一下这种，你会很开心这样。对，对于爱情观是很算是比较乐观的，对不对？如果这样看起来，你的感觉你编织出来给大家的感觉是，还是有这个憧憬，想要跟。是有憧憬啊，只是真的很难找到适合的人，我觉得。如果真的这样子的人出现了，然后你们起了冲突，对，你觉得你会是？因为我都蛮喜欢就是理性的去聊。去沟通，对，所以你不是走火爆的那一派。之前那个感情就是，哎，我们两个都很冷静，然后再聊开这件事情，而是不是，哎，没有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，如果一直很冷静，其实就会冷掉了。对，真的，好真实，天哪。重新站上舞台有特别紧张吗？有，我记得我那个记者会那一天紧张到爆炸，麦克风有在抖吗？我在那个台下的时候，我想说完蛋了，我死定，我等一下一定会忘词，就开始那边自我这边想很多，吓唬自己。但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是我去过大型的选秀节目比赛回来之后，我就会觉得我在台上的时候，当我拿到麦克风那一刻，我就是。不会有任何的其他的多余的想法，这样就是想把歌曲表演好。对，我就觉得我就是要把我准备好的歌给所有人听，这样。但是听到自己的录完的成品，应该也会有很多的想法吧？就是其实会有一点在回顾说，哦，我当初站上舞台，然后真的完成梦想，然后拿到一个自己，或是听到自己的作品，那个感动的程度。因为以前都是做 cover， 以前有点像是 cover 歌手。然后一直唱别人的歌，那现在终于有自己的歌了，我就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，因为你会听到有人唱你的歌。我说开始有人换别人开始唱你的歌。对，然后那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另外一种境界，这样子。当然，我还是希望说可以有能够唱更多的歌，然后可以跟更多的人合作啦。因为你永远会觉得，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，但是因为像歌手，永远会觉得你自己的。音乐可以更好，对，有可能就是你过了某个阶段，你的养分又不一样了，你就会想要加更多的东西在里面，这样子。家人看到你们在节目上的表现，他们有给你什么 feedback 吗？我妈一开始是跟我说，你就不要这么拼，会受伤。怎么可能会听话？就是、家人就是会想要保护你。但是我就听过去，然后还是很照样的，就是很认真的拼。所以你那时候是大腿拉伤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脚也扭到，然后那个也韧带撕裂。然后芝芝那时候是扭伤，那个时候足球。其实我觉得真正压力来源是自己的身体没有办法负荷这些项目，然后你会觉得给队友很大的压，应该说给队友很大的那种不安全感。对，因为要自己没办法帮。对，而且又要把自己的力要分担给其他人的时候，会害怕人家会很累。一开始第一次看到你们两个对方看到对方的时候，如果要用一句话形容的话，你们会用什么来形容？吉祥物。没有没有，因为第一眼，因为那时候第一眼大家已经知道彼此的运动成绩。所以那时候我看到阿乐进来，然后我记得是谁，我忘记我跟方宇还是谁，就是说还是光我们的吉祥物阿乐，怎么？我觉得我好失，我觉得那时候我后来回家想太失礼，我说不定他有别的很厉害的地方我没有看到。你会走心吗？我走了。真的假的？没有。然后也是对，然后觉得后来相处之后发现好爱笑，他那个爱笑是指我那时候在跳高的时候。我一回头看到他的眼睛永远都是芝芝加油你可以的，然后那个脸就觉得哎、欸、
好像一切都没有那么。而且我记得那一天阿乐整天都没上场，他很轻松哎，我就想说，一个很轻松的人在那边说放松，你们就随便。你可以的，阿姨耶。那阿乐，你那时候看到芝芝，你觉得？第一印象就觉得他应该运动很强，就是这个刻板印象让我压力很大。就是他整个人看起来就是，而且我跟你讲，我刚发现了新东西。这样？他没有那个脚，我没有脚脖子哦，他直接是小腿，对，我是直接直接粘在一起的。肌肉很发达哎，我们只有这一块可以用，可是他总我用到胸下面哎。对啊，会不会是没有脚踝的人特别厉害？哎，我们可以去研究一下这部分。在当演员的身份，其实也是你得把真实人生的包装给扒开，扒开，然后去诠释这些。你们有觉得这个差异吗？运动会很就是这样子，它是没有办法 NG 重来的。然后输就是输，球落地就是再见，这样就是没了。我没有办法说我拍戏，然后我这个不行，我上诉。嗯，我怎么样之前我觉得哦，我可以在不一样的状态再来一次。但对，的确拍戏对我来讲，其实也是一个。我很常讲说演员，我很感谢跟很喜欢这件事情，是因为演戏对我来讲是生活中的一个呈现。没有，我觉得是因为全明星运动会，就是一刚开始可能你会太。我就是一个著名太火爆，就是在节目上面太火爆。可是其实很多事情，我觉得经过一整个你，包括心境的成长，你要怎么样去面对，然后放下很多你的情绪，到后面你要怎么样去调整，然后跟队员、跟节目制作单位那边，然后还要面对观众或者面对每一项比赛的时候，你的心里面会变得更坚强跟更柔软。当演员的时候，很想要把某部分的自己在这些角色中打开、建立起来。对，因为后来拍流氓可以吗？流氓也可以，瞎款那种。哦，也可以。哦，所以你也可以骂那种我们会帮你消音，不要紧张。我跟自己消音。对，就是这种感觉，是你平常，因为我觉得大家对于你的可能一些外形上面会有一些既定的框架，所以我觉得问这个问题很好，是让你可以去想象说你自己真的可以跳脱你的外形的框架，然后去表演。真的有这个框架，因为有一些角色来找我，就是说哦，你好适合暖男，你好适合当弟弟，或者是怎么样。对，但是因为你又身高太高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很难找到姐姐跟我配啊。对，不然你如果演我弟，也是觉得很不合理。也太高了。可以。不行，那演你哥哦，可以，因为身高比较高，硬要讲。我们最近上的表演课是说，你要对你的对手没有滤镜，然后要很不要去顾虑他，你也不要就是有那一个包装，不要有那个保护膜。比如说你现在我们这样聊一聊，我觉得你很好笑我就笑，或者我觉得你很无聊我就不想理你。用别的情绪投射，就是我当下的情绪我很直接发展出来，或者是比如说我们。对手，然后他突然做了一个动作，撩头发，然后就可以说我好想要你之类的，好困难哦！我的天啊，你为什么要把自己逼成这样？我也觉得有点困难，就是他说他那个叫什么 no filter， 就是没有滤镜，我觉得好难哦，很就是表演课反而让你可以更直接面对你内心的那个自己。不同的面向